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的疗剂叫做 Cedron， C-E-D-R-O-N， Cedron， 英文叫做 Rattlesnake Bean， 即是响尾蛇豆。这个响尾蛇豆这个疗剂，这个响尾蛇豆呢通常呢是、用在一些热带 的地方，在一种、潮湿啊、温暖啊，还有那些沼泽那些国家的。咁當然呢啲地方呢好多時候呢就會出現嗰啲malaria 嗰個藥疾病嘅。咁呢啲喺巴拿馬呢種嘅種子呢通常呢亦都係用喺一啲對付、蛇咬傷嗰啲中蛇毒咁。咁通常呢將嗰啲個豆嘅汁呢就塗喺嗰個傷口嗰度嘅。咁所以呢呢兩個係個經常應用到嘅傳統應用嘅地方嘅。Cedron 呢響尾蛇豆呢佢個最緊要嗰個應用嗰個特徵呢就呢個嘅療劑呢佢嗰個症狀出現呢係好似時鐘一樣嘅呢係周期性嘅，即係到某譬如每個某一個地方某一點鐘佢就會出現嘅，即係嗰啲病呢永遠係周期性嘅。咁當然啦嗰、那個藥疾病呢通常都係周期性嘅，可能呢係發燒每3日咁樣，咁佢嘅周期呢係好準嘅，好似時鐘咁準，到某點鐘就會出現㗎啦咁樣。咁亦都係用應用喺嗰啲神經痛，神經痛係一個周期性嘅，可能呢係到每一日嘅第10點鐘咁出現㗎啦。跟住呢就或者2日之后嘅第10點鐘又出现咁样。咁即係呢啲好似时钟咁准确嘅周期性嘅神经痛下或者任何嘅病。有啲歇斯底里嗰啲嗰啲痉挛抽筋啦、又系咁样好经常定期呢日或者夜晚黑。咁亦都有啲病人呢系发冷啦、因为系嗰、那个喺呢啲热带地方生活翻嚟嘅发冷病，咁即系呢个都系一种药疾病嘅主要嘅症状嚟嘅。好啦，咁仲有咧就系用一啲
嗰個精神嘅病，尤其是咧就係性之後咧出現嗰啲問題，或者女性嘅嘅舞蹈病，男性嘅嗰個神經痛，個人咧係震抖，成個身咧就麻，即係麻木曬嘅。咁喺經期嗰陣時候咧，就會出現嗰個抽筋啊，經亂抽筋，或者經期之後抽筋，經期嚟嗰陣時抽筋。咁抽筋嗰陣時咧，面咧會有即係有藍藍紅紅啦，嗰、那個前臂啊，到手踭啊，手腳咧都感覺凍。腋下咧就出汗，同埋嗰个心口都会出汗。咁其实呢个疗剂嘅最主要咧，就系、是、一种我哋叫做好似时钟咁准嘅周期嘅性嘅毛病，我哋叫 clock-like periodicity。咁通常适应一啲比较紧张嘅、容易兴奋啊、好容易紧张嘅女性嘅疗剂。咁所以咧，就要用地方咧，女性咧嚇經期嚟嘅抽嗰、那個白羊吊啦，咁最主要都係嗰個 malaria 嚇、那個藥疾病有關嘅，因為呢啲咁嘅病咧，通常那個發燒咧都係咁周期嚇喺每一日或者每隔一日某個時候就會出現噶啦，咁或者個神經痛都係好得意嘅，佢係到某一個時間某一日周期地某一個時辰，咁佢就會發出嚟噶啦。OK， 咁呢个系个 syndrome 吓，嗰个响尾蛇豆嗰个疗剂嘅应用嘅地方。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